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方舟小王子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挖矿技巧是在 HiveOS 系统下面如何提升币种 DNX 的算力。用的内核是 OneZLMiner 啊，然后的话，上一个视频我教大家挖 DNX 是用那个 SRB 内核去挖的，然后因为它算力打不满，然后这个内核是最新的啊，进行了优化，然后当然功耗应该会增加那么一点点啊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币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 DNX 最近涨了好多，我上一个视频录的时候忘了这个价格是多少了，反正涨了有好几倍了，应该有好几倍了。我基本上分享的一些币种都涨了很多倍啊，都涨了百分之好几百。像这些新的项目，我一般会在我的 VIP 群首先先进行分享的，大家可以先去挖，然后挖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可能会再出一些视频公开，没办法啊。大家有兴趣可以考虑加一下我的 VIP 会员，然后我们具体看操作啊。首先我们找到这个矿池，我们用就第一个矿池啊，第一个矿池，然后呢我们点了这里，到这里来以后点这里啊，然后我们需要设置一下这个参数啊，就生成一个文件。我们首先呢找到这个亚洲19666，它是所有矿池啊，我们可以看到的啊，这是所有的一个，填这个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里呢把你的钱包地址填上去，我在这里之前的我就把它复制一下，好的，然后回到这里粘贴，这里不用去管啊，然后名字随便选一个啊，好，点生成，然后呢我们这里先给它隐藏啊。我们找到最下面的，你看 OneZLMiner for HiveOS， 就是 HiveOS 里面需要用到的这个文件，我们点这里，好的，把这一段复制一下，然后我们回到 HiveOS 里面找到你要的矿机，然后点飞行表，然后输入币种 DNX， 选择钱包啊，在线钱包，在线钱包，我看一下我们刚刚复制的是不是啊，这个不影响，我们这里我们不需要怎么操作了，我这里直接点粘贴就可以了啊，然后选钱包 DNX 在线钱包，我们看一下我刚刚设置的钱包地址是多少， QCL， 我们检查一下钱包啊，DNX 在线钱包，这两个都一样啊，都一样就可以，飞行表，然后重新粘贴一下，好的，选择钱包，在线钱包，挖矿软件配置，然后这里呢它已经自动帮你选了这个了啊，自动选了这个了，然后我们点挖矿软件配置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里是一个安装地址，其实你也可以手动添加啊，它这个就是 GitHub 上面的一个复制地址啊，其实就是这个啊，或者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啊，你把它地址复制就可以了，复制就可以了，然后到这里面去粘贴一下就可以了，然后这两个它就会自动出来，钱包选这个，矿池呢现在是这样的，这个矿池应该目前是被强调了，所以说呢我做了一个中转啊，我是自己用的，像我的会员呢我也可以免费的提供零抽水的一个中转啊，然后我们把这里改一下啊。这里我们改一下，把矿池改成我们的啊，然后它这一段我们就不需要，如果做中转了这一段就不需要了啊，如果说之前是可以的就需要加这个，好像就是说那个丢包率好像会更小一点啊，我们把它删除掉，别的就不用管，然后应用一下，然后随便改个名字啊，是吧，然后创建飞行表，好的，然后我们选择矿机，选择飞行表，然后把这个发送过去就 OK 了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，这是我之前设置的，基本都一样啊，我就不需要再点发送了啊，就不需要再点发送了，你这样的发送过去它就会正常的算，然后它这个算力呢我们可以
每张卡的算力我们可以到这个网站来查哦。这个网站基本上查的就是比较准确的，如果说你用 SIB 可能这些卡达不到那么多的算力，它这上面也有，你看到没有，4090 10KH 3090 5.2， 我们看一下这里是不是这么这么写的啊，4090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网站写的是多少啊，4090，对，差不多93的话它应该还有上涨的空间的啊，这个我不确定它是用哪个内核的数据，有可能它是一个平均数据啊，你们可以来这个网站查一下这个卡的一个算力啊。你像1080Ti都3个 KH 了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修复了 CPU 验证问题，它这个有可能就是需要验证 CPU， 但是我测试了，我有个老的主板好像还是不行啊，大家可以去测试一下，基本上就这个样子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因为具体超频参数呢，大家可以去那个用推荐的预设进行设置一下，因为我每天换各种币种去挖，所以说我都懒得研究去超频了，就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，因为我的那个店可能是很便宜不要钱，所以无所谓了。大家如果说电费比较贵，可以考虑慢慢的去调整一下，其实就调一些参数，你一点一点的调，调完了观测一下它的算力还有功耗以及温度就可以了啊，找到那个最佳的临界点，就是极限的那个点就可以了啊。然后我一会有时间我会再录一下另外一个卡斯帕还有一个 Rail 的一个双挖的视频啊，这个因为之前三挖的视频我分享过，但是双挖呢还没有。目前这个矿工还是非常多的了，长期看还是可以的。我上一次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应该也就1000把个矿工吧，现在已经4000多了。行吧，大概就分享到这里了。然后的话，你如果说连不上那个矿池呢？哦，对了，我忘了啊。如果说你连不上这个矿池，你可以去这个。独角兽矿池啊，独角兽矿池好像目前来说是可以直连的 ，DNX 是可以直连的啊。但是万一它到时候被强掉了，也挺麻烦的。如果说你币没有到站又被强掉了，弄一半也挺尴尬的。如果说你可以考虑加一下我的 VIP 会员，我可以免费帮你做中转，是零抽水的，因为只是做一个转发，不是做那种中转。套件的那种啊，因为像这种新币种啊，很多套件它都没有做啊，所以说你享受的抽水还不太方便，所以说我是直接做转发给会员用的啊，只能内部分享用，好吧？有兴趣任何问题可以加我微信啊，微信的话可以加这里啊，都可以问我，也可以拉你进公开群，然后呢，会员群呢，我们可以手把手的指导你，叫你挖矿、选币种，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资讯。然后一些新币种去埋伏，最近已经埋伏了几个币了。我们群里的都知道，我看他们推的币基本上不能说全部吧，80%都涨了好几百%啊。好吧，废话不多说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啊，谢谢大家。